我是今年会举办系列关于中华民国即个国家的问题，无是即个政府的问题。今年马英九伫元旦伊发表的宣言内底有讲，讲用中华民族的文化来两岸关系做一个桥梁，来建构一个中国。最近伊伫一个开会内底，伊也讲过，讲中华民国咱一百年，伫中国历史上已经算足长的历史的一个政府啊。我毋知影是政府的国家呢。啊，所以马英九今年一月连选两遍，讲出两点。第一点是讲用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这种的看法来讲台湾中国。之间应该做一个中国的前提。啊，另外一项就讲，中华民国今年是建国百年，所以国民党政府会举办系列有关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活动。所以徛伫本土社团，徛伫主张台湾做一个独立国家的台湾教学后面，阮当然爱提出对这个批判。所以今年的第一场。所以中华民国到底建国百年是安怎看？到底建国真相是啥物？所以，阮邀请四位对这方面相当有研究的学者专家来做客。我郑庆英主席啊，这张会长介绍过吼。啊，因为这时间有限，坐人十五分吼。啊，我今仔要讲的就是关于中华民族论的这个问题了吼。啊，注意。啊，手上大概有一本小册吼，这是我印这邱英本吼，啊，送予诸位吼，啊，若讲无了，请大家参考。啊，这大概有两万外字了吼。啊，写哪块写这个物个时阵，所以就是讲，起码国民党、中国国民党交中国共产党咧合作，所谓国共合作。国共合作，结果主要的结论是啥物啊？因为统战就是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敌人，安尼国共合作的主要敌人是啥？主要敌人是台南，是台南有意识人，无要做奴隶人，无要互统治的人。所以这真明白，非常明白。啊，无像咱咧讲的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袂当讲啊到。但是我这里面有讲连串吴伯雄、关中，伊对中国大陆按照运作这问题，属于会当详细的来看起来安尼吼。国共合作基础两项，就是用中华民族，讲咱是同款血缘的关系，同款血统的关系，哦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啊，咱应该支持国家。但是大家知影，这分现代国家无讲同血统。会当就一定要建立一个国家，何况台湾交中国，不管何路汉人，拢唔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。咱的囡仔幼稚园也无上幼稚园，父母就已经接受中华民族，所以接受中华民族，安尼的时阵，咱人要家己自立要建国，已经无路啊，因为你思想已经往改做去了。提出来就讲，迄个孙文、孙中山，哦，迄、那个交日本的迄、那个查甫人中山困水岛的那人，讲我做国父。啊，这国父是1940年，民国29年，中国国民党通过甲尊为国父的人。啊，即马中华民族也好，国父也好，这个1945年。民国34年战争结束来的波来后，就是外来好物啊。所以咱台人就是思想全部归拢去红，全国本全三顿全共集起去啊。哦，所以台人的规个运动，社会真多吼，是少年的做一个民主运动。本土运动、自治的运动、本位的定位运动，
啊，要建国，结果白话苍苍，现在也不无成。但人开始有国家观念，一九八五年，台湾民主国开始的时候，开始有讲啊，一个国家的观念啊，迄个有普遍化无普遍化，总是讲继续有这个观念。如果甲煞尾百年，啊，佫真侪人奋斗百年，奋斗百年，佮日本时代，啊，甲这战后这一面新的。诶，殖民地统治的这情形，也阁是伫个迄个含性内面，也阁是无法度建构，所以这是一个悲哀嘛。所以认为咧讲台湾人悲哀就是，我今日讲中华民族成立是安尼，1901年这个牛皮草，因为迄个中国方面要变法失败的时候，一直滚十年。这十年的期间受日本的历史的影响，就是明治时代的影响。明治时代历史是，迄阵也分做日本史、东洋史，啊，是西洋史安尼。东洋史大部分是中国史，所以就转甲西东洋史迄块甲抄做中国史。按佫无一国名，中国敢有朝代名？无国名，无国名变啥？啊，就爱找一国名，啊好啊，啊无做中国啦。哦，这资料伫咧这个小册内面已经有啊，已经有啊吼。所以我无必要搁再详细讲，因为时间关系。所以用啊做中国啊，所以才会当写一个中国史。啊，因为明治维新一开始，因为要建设近代国家，迄、那个伫个迄个幕府时代开始要明治，就是天皇的迄、那个原料要收回这个情形，或者复古这个运动，就是加强这个军权。现在要先由说来讲，就是奥斯洛莫纳克，就是专制国王的这时代。民族国家成立早期无甲民主化的时候，就是先专制国家成立嘛。所以明治时代交接时阵，虽然原来迄阵有民主运动，也有自由运动、人权运动，但是大体迄是蒋介石输的咯。看到安尼的时阵，日本人。全咧影响讲，啊，若要建立国家，这民族啊，就要提这个民族的原始神，所以神武天皇出来，哦，安尼一本书记。啊，中国方面首先，啊，若日本人安尼，啊，就出，啊，书记安尼皇帝开始，皇帝开始，啊，我安尼皇帝做祖先，哦，啊，大家就讨论，那即马要用开国元年要按多少年来？因为中国拢朝代啊，拢年号。啊、所以时间安尼落来，都无一贯的时间轴，拢是断脆。啊，开始日本人开始采用这西历的时阵，开始有一贯的迄个时间的发展。我、哦、中国安尼嘛安尼变种，哦，有人讲就安尼用皇帝开始，有人讲尧舜开始，哦啊，这个什么人啊？杨启超讲我用孔子开始，啊，干脆安尼先开始，哦，啊，煞尾西方汇编也过来。借这个皇帝几年哦，中华国要不皇帝的几年的咧，皇帝几年？哎、啊，皇帝那好在五嘞，那就是五行，哎、欸，金木水火土安尼现在。所以根本讲提着近代的明治的思想来，要来改造中国思想时，又搁封建时代迄款专制，也、啊、有一个迄款的做一个神出来，始作神，始祖神啊。啊！安尼个时阵，这民族要服侍啥？所以就抗一年，中华民国啊，或者中国民族，抗二年就提出中华民族论来。啊，不管是这个改革派，哦，要迄、那个要维新派，就是讲要搁再拥护清朝皇帝改革的，啊是革命派，统接受这中华民族来。啊，这中华民族甲台湾虽然拢无关系。因为中华民族是1945年，中华民国1902年，中华民族1902年成立的时候，台湾是日本统治。设计无为着台湾人的设计，跟台湾人无关的。国民党提出这个孙文、孙中山讲好这国父，哎，对台湾人的民主运动、自由运动交人权运动，交七几年牺牲打拼，安尼的迄个是。有一支也讲起来无？有无？
跟咱无关系。但是就人插足顺岁夫啊，把咱的祖先摕来了，咧拜个好个拜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讲顺岁较无祖先，而且交佮家己完全拢无关系。啊，孙文的三民主义嘛是重要问题，所以甲看孙文的三民主义哦，更加现实。大家讲汉满蒙非传合的是是这个中华民族。啊，敢有蒋中和协同孙文语言宗教风俗习惯？完全拢无。迄个维吾尔，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，这是伊斯兰文明圈的。印度的协同是印度文明圈，唔是中华文明圈的，唔是中原文化。迄个文明圈这个内面的，完全无关的。啊，你拢要讲讲，这是中华民族的起源。即个是真可能，就是讲，人几千万的人，几百万的人，几十万的人，几千万的人，拢认为讲，和汉族同化。所以，孙文的中华民族等于是汉族了。啊，大家拢无清楚，你若唔信我讲的，我这篇文章看，啊，注意啦，认为有问题，会当叫我讲。会当搁甲三民主义搁翻看我讲的对还唔对？因为就是啊，下一要讲证据，但是我若证据无完全，交无确实的时阵，我原来就是爱检讨就对啦。哦，所以就是讲，即卖目前就是讲，从安就讲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论，专门要用这个。啊，其实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诶，伊讲西方未通，西方偌侪民族才成一个国家，中国其实是一民族一国家。哦，振振有词啊！几千万人拢讲起心跳，拢不要紧，拢讲好这些同化掉啊！啊，所以甲今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内面，我有详细甲看，嘛是一个各地方不准有民族主义，但是都爱一个中华民族。啊，人西藏、蒙古、满清早人就有国家，有伊个国家意识。有伊个民族意识，啊，怎又袂使有伊个民族主义？干那你单独会用有民族主义？这对现代民族认定内面是不准存在，咱就要彻底批判了。所以咱通一日干，专门看宋楚瑜，哦，伊个佩服国父孙中山，啊，你好，迄个问好是啊，啊，迄吼，咱个本所人都对，袂当做做现代国家个理念。来统治现代国家，那是不行。因为用这个理论，就是直接抄起嘛。今仔日中国共产党把维吾尔人杀，把西藏人杀，把蒙古人杀，把各种把满洲人逼害。哦，其实大家无理解，迄、那个国民党统治时哦，真侪满人、满洲人是。拢爱过阵的，阮就人是受压迫的呢。哦，在台湾的阮就人嘛，不敢讲过这个话。所以就是讲，孙文的这个理论不通。但是台湾学界真侪人用迄国俗，迄、那个国俗就是孙文用的国俗。那要用孙文用的国俗，就是等于承认孙文的中华民族，其他所有的民族从同化的了。啊，那孙文也同化了。今天你哪有中国大陆所提汉族以外有55的少数民族，那就已经不存在了。所以这叫历史的事实是完全有关，完全不能成立的这个问题。所以我讲。